同款太阳眼镜和利落皮衣，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巡视北韩空军机场，带着爱女金主爱拍拍照，引发揣测。金正恩의딸을지속부각시키는건역시이러한어려움속에서세속의지를과시하기위해다소서두르고있다는방증으로南韩统一部高层认为金主爱近来亮相太频繁，很可能提前接棒。他19次公开现身，有16次是军事活动，而且金主爱都在画面 C 位，金正恩甚至退居爱女之后。후계자를만드는과정에서딸이조기등판에쓸수있다는겁니다특히군장성들이주애를향해거수경례를하고열병식에서중앙에앉아무릎꿇은장성들의설명을듣는모습들이이런가능성을뒷받침한다고설명했습니다金主爱被官媒形容为心爱的女儿，最明显的是北韩先前成功发射间谍卫星，官方庆祝活动上更直接吹捧为北韩新兴女将军。전체참가자들은경애하는김정은동지와사랑하는자제분을한자리에모시고据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存在感却是大幅降低。今年年初，他和金正恩父女一起看球赛，明明也在现场，却被淡出镜头之外。김여정부부장이그오빠와그조카를돋보이게하고자신을낮추는막그런측면을봤을때아마그고도의백돌통을중심으로해서체제계속을이끌겠다는그런의도가있는것으로분석합니다南韩前情报高层认为金正恩膝下无子，而北韩对接班人更重视血统而非性别。不过也有分析认为金正恩28岁接班，金主爱年仅10岁，要接班还不是时候，他只是呈现亲子和谐的政治工具。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